有时我严重怀疑，爸究竟知道什么是亲疏有别吗？爸，那是人家的孩子。乔哥，那是人家的东西。良善忠厚，小心谨慎，却原来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，没人知道，也防不胜防。总是苦口婆心地说，人走要断电，东西可以摆中间就不要摆在旁边，因为事故在到来之前是不会跟你打招呼的。加油，你要坚强。爸爸是对的，冷漠只会传染，温暖才能传递。